好，前面就跟诸位讲过，冬伤于寒，春必温病。所以温病是因为前一年的冬天你伤于寒，才会有温病。也就是说，你冬天没有伤于寒的话，你隔年的春天不发温病的。啊，所以我就不知道他们书怎么念的。就算《黄帝内经》是断简残篇也好，可是你不应该误导至到这种程度嘛。哦，还有一些庸医说南方无伤寒。什么叫伤寒？南方无伤寒，那这个不对的哈，这没有完全没有根据的，千万不要去听这些。好，那这种寒气的病呢，皇帝说治之奈何哈？四时的病，季节的病，以其肾来治之。好，什么叫以其肾来治之？我举一个例你就懂了。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呢。关节痛，好，关节炎，这个关节痛发了很痛，我们知道呢。然后这个关节炎呢，他说平常都不痛啊，冬天来的时候一定发病，膝盖发病，这就是现在讲的四时的病，春夏秋都不痛，专痛冬天。那我们要以所肾来，就是什么是这个冬天是水啊？什么东西肾水？土肾水，对不对？土能治水，所以我们要去强土治土，这个病才会好。这是他的意思，这是按照季节来发的。有的人呢是春天一定打喷嚏，好感冒什么，然后这个打喷嚏好喷嚏啊，好等等，发在春天。那西方医学呢，就是说，哎呀这个花粉啊，怎么样？你过敏啊，你敏感啊，好花粉啊，好树木草那个灰尘啊什么？哦，那为什么不发我身上呢？对不对？我冬天我到北美，春天到北美去的时候，那满地花粉，那个树那个严重到什么程度啊？车子停下来，车上第二天早上起来，车上都是花粉啊。那边打喷嚏啊，好那个全身皮肤痒啊，什么花粉热？那为什么我没有，你有嘞？对不对？好，然后西医不知道过敏，过什么敏啊？那我有什么我不过敏的，对不对？那好的医生应该去查，你有过敏，你跟我有什么不同？我们把不同的地方找出来，对不对？那把它治好，是不是？而不是说你们过敏啊，就抗过敏的药，哦，不是这样子。那这个病是发在春天，春天是什么？是不是木？那什么东西能够胜木？金。所以我们治花粉热打喷嚏要去什么？治肺，那怎么会去治这个光治鼻子的？了解我意思吧？当然不会好啊。哦，所以《黄帝内经》你越读，就发觉中医越了解的，就发觉西医越笨。哦，现在很麻烦，就是很优秀的分子都在西医那边，他很厉害啊，他真的是心很好，真的是要去救人才去做。就进去以后发觉到。跑不出来的，好，跑不出来的，好。这就是四时之病以及肾，好，治之就可以痊愈，看到没有？好，这里很明确的讲到，133页哈，帝曰：是故病就是久病了哈，病很久，和心病。五脏这个是这一段讲的是久病和心病的区分，好，涉脉的怎么样区分它？好，久病呢，五脏都会发动，阴伤涉脉哈。那你怎么知道是久病还是心病呢？啊，皇帝这个岐伯就是说，啊，真其脉小，涉不夺者，心病也。简单讲就是，我们回归到涉脉，好，这个颜色呢？所有心病刚得到的病，色都不会变的。病一直在身体里面，没有去久病，才会色才会被改变，这是一个大原则。好，所以色不夺者，好，心病也。这个心病的脉都比较小。好，如果真其脉不夺，其色夺者，颜色被夺了，脉没有改变，颜色改变了，都是久病。如果他的脉
和我们这个五啊聚夺，好，也就是说，这个色脉通通失掉，好，色脉通通失掉，这都是久病，好，久病。那如果是脉和五聚不夺，好，都是心病。这个五就是青赤黄白黑五色，好，肝和肾脉并治，如果是。你摸那个肝脏和肾脏的脉，好，讲的是肝脉还有肾脉。如果是病治，表面上脸上的颜色是苍赤，好，当病毁伤不见血，好，这是讲的就是内出血。所谓脉病治的意思就是，我们你摸上去脉的时候。我们这个正常的肝脉是不是应该是弦，肾脉是不是比较浅一点点？所以你摸到关，你手摸上去关和尺的时候，这两个关尺，比如说现在这个是脉关，这是关，这是尺，对不对？好，你摸到那个关尺，应该长脉应该是不是尺下去一点？好，关比较高一点，对不对？所谓病治，就两个脉是一样的高度、一样的大小，而且很强，病治。好，那。看脸色呢，就青色跟红色，当病毁伤不见血，就是身体里面有好有内伤，好，好有内伤，外面看不到，好外面看不到。那这个如果已见血丝，若中水也，好若重水也，这个我们平常受到伤，不管是外伤。不管是内伤，我们非常忌讳洗冷水，好，一洗冷水，你的外伤也是一样，内伤也是一样，绝对不要洗冷水，啊，要洗热水澡，要洗澡也要用热水，那最好是不要洗澡，因为你洗澡的时候风会吹到，啊，因为有伤在里面，这个时候用热毛巾，好，把身上擦一擦就可以了，啊，擦一擦就可以了，那千万不要去，好，这个洗冷水，好，洗冷水以后，你如果本身受伤里面有淤血。再加上寒的时候，哇，那更严重啊，更不容易清掉。好，那尺内两旁为季邪，好，尺外来喉肾，尺里的喉中，好，就是讲这个地方，好，尺的地方，好，那上左外以喉肝，好，这个内以喉膈，外以这个右边的外以喉胃，内以喉皮，有没有？讲的就是这个图，讲了半天就是这个图的位置。好，我把这个图已经放上去，所以现在这边讲的呢，就是这个图的意思。好，你看上腹上外以右外以喉肺，有没有？上面的好，从肝上的外面是喉肺，好，内以喉胸中，好，那我们有两张图。一张是难经里面出来的，一张是内经里面。内经里面这个是讲到这里，内以喉胸中，胸中就跟肺是一样的嘛。好，那在难经里面的时候，又把它分成好，因为它把它表里化，所以才会有大肠跟胃。实际上这两个我们都在用，都在通用。啊，基本上你就记得上面都是胸腔。好，所以这个寸关尺呢，啊，跟人的胸膈呢是正对的。好。永远要看到脉，摸脉的时候，永远心里假想一个图，好，图在这边，我就把它画到这里给你看，好。那中膈呢，这横膈，好，膈的地方，那上面呢，心还有肺，好，这就是所谓的阳。膈以下呢，肝，好，脾，肾，好，肾都在这个地方，好，都在下方。这样子看，上下就可以看到了。好，那胃也在中间呢。好，胃也在中间。这样子来上下看，这样来比较，就诸位就可以知道了。好，所以说，如果你是推演，如果说我们从脉一路往上，寸脉的还要超过这个手的腕，一直往鱼际走，就病一直往上走嘛，到了喉咙有没有？啊，到了越来越高了。那病如果是往下，那个脉本来是从关脉这边到尺的部位是一寸。啊，结果呢，到了四寸很长，一直下就到了脚啊、
膝盖到脚去了，哦，以此来类推，哦，就是这一段134页讲的东西。好，哦，那135页呢？第一个是三个路啊，就是三个路一起跳，跳得很高嘛。好，讲的粗大，好，超远啊，跳得很远了。好，这个字念粗，好，粗大者，阴不足也，阳有余，为热衷。脉如果是粗，脉行很大，好，好，这个代表阴不足，阳有余。所谓脉行很大，你摸上去这个脉都已经皮肤表面上的脉，哇，每一个脉都来得很大。好，但是好，这个中医他那个这里认为说阳有余，阴不足。那当然这个脉呢，不是说会超过这个九分到了鱼际去，或者是超过下面到尺泽去，还是在一寸九分以内，脉变得很大，这就是热衷。如果是上下都很大，超过鱼际，超过尺，那已经是真脏脉了。好，那就是真脏脉的范围。好，它还是在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称之为热衷。好，所以热衷的定义呢，就是阴不足，阳有余，我们称为热衷。来急去徐，好，病这个脉来的比较快，去的时候很慢。好，所谓来得快，去得慢，哈，你按它，就是查来的脉。按哦，来了哦，脉很强。你一松开来，它的脉就没有了。啊，是以你为主。那老师，什么叫来去？来就是你按它，你要查它有没有来。你按它，脉来的很快就来，速度很快。你放开来的时候，脉变得很小，所以你按下去跟放开来的脉型完全感觉不一样。好，这是来急去徐。哎，病人呢上实下虚，就为癫，好，为厥癫急，好，头部会有问题。好，那如果你摸脉，还有呢，如果是这个尺脉的脉，抱歉哈，寸脉的脉非常大，好，冲上去冲到上面，下面是很正常的，也是头颠急，病在上嘛，好，病在上。好，那如果这个是上实下虚，好，那如果是你重按它的脉的时候，脉变得很小，你放开来的时候，脉跳得很快，好，变成说我们可以说寸比较弱，尺比较强了，好，尺比较强。那病人是下上上虚下实，好，就是寸脉比较弱，尺脉比较强，那这是胸阳不足，一般来说都是恶风啊。因为上虚脉上焦是虚脉的时候，胸是管肺，肺是管胸阳，那是管全身皮肤毛孔。好，病人呢，好，比较怕风啊，因为受了伤害怕风，所以恶风就是风吹得他很难过，他一定要闪开来哈。好，不喜欢风直接对着吹，这是恶风。那你要知道，人家恶风，你在美国很多，台湾比较少。你开那个敞篷车有没有？一开那个车，把那个车关在受不了，那个风吹难过，恶风嘛。好，或者你走到海边去，走到海边风吹的时候，应该是很逍遥、很美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喜欢的风吹得很大，很难过。好，恶风。好，故中恶风者，阳气受也。好，所以如果怕恶风、怕了表风的，好，都是表是阳嘛，哈，那就是阳气受到损害。好，如果是由脉聚成细数者，少阴厥也。好，这个是常常会摸到的。好，你摸到脉非常的细，沉在骨边，当脉到骨边的时候，你们就记得骨就是肾嘛，对不对？细数非常的小，好，都在骨边，我们知道是少阴问题。但是你如果是这个数脉，而且是你重按下去的时候，好，还有一种特殊的脉，就是你摸到骨边的时候脉很竖，你重按指头跟骨头贴在一起压下去的时候，居然脉还在那边，这里面有实在有积在里面，啊，这个我们有个特别的名称，我们称之为呢，啊，腹骨脉，啊，这个脉是附在骨头旁边的腹骨脉，那腹骨脉都是里面长肿瘤啊，长什么东西啊，就是腹骨的脉。好，你如果摸到肝脉，一摸下去摸到骨边，还在里面，那个肝里面长肿瘤了，哦，就可以马上就可以知道。所以脉，如果我们把它简单讲，只辨证虚实的话，虚脉就是你重按到骨边没有了，实脉的按到骨边它还在，就虚实。那这就变阴阳，按个上下寸和尺来比较，就是变阴阳。好，简单就可以这样做。
如果脉细数而且散者，它不会固定那个地方，好，是寒热。浮而散者，好，阳浮到表面上来。我们正常阳呢，应该和阴是搭配在一起，好。所以说长脉呢，正常人呢，啊，手臂的皮肤在这是关位，好，正常人的脉呢，好，是斜下来的，对不对？上面是九分，好，下面是一寸，这是我们的标准的脉。这里的脉呢，他说浮而散者，如果是脉浮起来，代表阴盛了，阳衰掉了，就是散掉了。那阳这个往上冲的时候，阳要散掉，往上冲，往浮上来了，好，造成人会昏眩，好，昏倒，好，容易昏倒。所以阴眩，我们在临床上就看到病人呢，有个病人很好玩，他来，他说他西医的查不到他什么病，我说那你什么症状？告诉我，他就站在那边好好的，没事我就昏倒了。哦，昏倒的时候去查的时候，我一醒过来就是好的，哦，找不到他的问题在哪里，这就是阳往上浮，好，阳往上浮。那阳往上浮的时候，阳之所以会往上浮，是因为阴不能去固阳，所以阴阳两个会分开来，好，阳往上浮。那我们处方下去，让阴阳一平衡，症状就去掉了，哦，那这你知道有多效果有多好，啊，哦，那个病人从他是48岁，啊，吃完一副药，第二天就说，从高中毕业到现在没那么好过。你看，好，你看他多少年，30年没那么好过，哦，中医的厉害哈，哦。所以记得这种昏眩的症状，好，哦，昏倒，就阳不守。那所有的脉浮而不，如果是脉都是浮，但是不燥，好，哦，什么？我们称为燥呢，哦，你一吸本来是二字，一吐气，吸气两脉跳两下，吐气脉跳两下。现在呢，你吸气脉跳三下，吐气脉跳三下，再加上中间停一下，一共是一呼吸是七下，这就是燥脉，燥劲的，好，哦，燥脉。脉浮呢，但是不燥，好，哦，这是阳的病都是在阳，都是热，好，哦。如果气有燥者，好，哦，病在手。好，有燥脉的话，病在手上面。好，那所有诸细者，诸细而沉者，皆在阴，则为骨痛；其有劲者，在足。好，脉细而沉的，都是在脚上面。所以手上呢，手是阳，脚是阴。如果是我们来区分的时候，哈，脚就是阴。这个时候，你看到所有细而沉的脉，好，都是哦，在骨边。所谓劲，就是脉比较缓，好，比较缓。滑脉呢？啊，哦，抱歉，好，中间我们少掉一个。速动一带者，病在阳之脉。哦，如果是脉的脉搏跳动的，正常脉就是你摸上去一直跳动很稳定的速度在跳动，啊，突然有一下变更一下，啊，并不一定会停带，哈，哦，我们真的有这种是停下来的，跟这个不一样。稍微变更一下，本来是脉在跳动，稍微变快一下或变慢一下，稍微会有一点变更的现象出现的时候，这个呢，我们就称为这是病在阳的脉，好，哦，病在阳的脉，因为以速度来论，好，哦，速度是论气，那变那个泄急变脓血，好，哦，诸过者切之，好，哦，那这个都是，好，哦，这个因为。为什么会有变脓血哈？我治过这种病，治很多。我们人身上呢，血有在血的位置上，在血管里面。那所有的脏腑，大肠、小肠都有血管。那今天会变血出来，血会遗漏出来，不管是里面动脉血管堵塞，这个剥离也好，或者是这个大肠发炎，或者里面有一个病人呢，什么炎症都没有，就是大便就是血排出来。还有一个病人小便排血。那血出来，我们前面介绍过了。如果血跑出来的时候，你血是一升，有一个脏，一个脏结，两升就两个脏结，三升就三个脏结，对不对？那我不会去量啊，你拿个杯子给我量40cc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么多时间，还要叫病人回去量。这所谓的一升就一天的量，一天的量哈。如果一天是三升的血，就三个脏结了，脏结住了。
那中医的观念呢是这样子，血在归经的时候，血在经络里面，经脉在我们血脉里面走的时候，不应该会溢出来，那这是因为阴阳能够合。如果阴阳不合的时候，血会离经叛道，哦，离经叛道。那所谓的守固守，通通是阳在固守，阴就在里面。当阳不能守的时候，阳虚的时候，阴就往外渗，哦，这是两个相对的，哦，那跟夫妻相处之道也是一样，哦，你就是对太太很好，好就，好这个爬到你头上来，啊，稍微推一下，好，这两个平衡一下，哦，这样子，这个夫妻君臣都是这样子。对不对？你看那个，你们这个不是我说的。你看那《黄帝内经》也说，那皇帝问的问题太烦了。他说我讲过了。那个齐伯，以前跟皇帝讲话，讲一言不合，皇帝会杀头。齐伯都敢讲，我前面讲过，你看那个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啊，不能太过啊。所以阳我们要守，它是要靠任何东西守住，要靠阳。好，啊，阳不守的话，就变脓血。好，啊，所以说数动一带，病在阳。色脉呢？色脉是标准的阴不足，好，所以阴气不足，阳气就会有余。色脉的摸到脉的时候，它不流畅。我们摸到脉的速度、脉的形状的软弱度、它的力量，就是气。你摸到脉里面的血的速度，脉血在脉的里面，好，它的血的流速的时候是色，就是说你摸到它按下去啊，按到骨边，你会发现到它脉在左右转动，有时候在这边，有时候在这边。比如说我们这样摸脉下去哈，这个色脉我们常常摸到一条指的一条，你一摸啊就是一条嘛。色脉你一摸下去的时候它不是一条，哎，奇怪，脉动在这边就乱跑，好，不一定的地方就乱跑，会动在不一样的地方。同一个手指一摸下去，哇，这个脉这样子，好，左右脉好像怎么样，好像那个水管里面的哈，一个很软的那个塑胶管，那里面有水，那水又不够，你一摸下去的时候，水还在里面的咕噜咕噜在旁边跑来跑去那种感觉。好，这是色脉，气血流动不够，所谓的阴不足。好，阴不足呢，就会造成阳气有余。好，阳气会过多。滑脉呢是阴气有余，好，阴气有余的脉。那滑脉是什么？你摸上去，那脉来的速度很快，好，你可以看到感觉到血管里面的好，那个非常有力，气血流的非常的好，这个顺畅，啊，滑脉，你一摸脉的时候永远记得，寸脉比较高，寸脉比较高，尺脉是阴脉比较低，所以你摸上去的时候因为有斜度，有个斜度在那里，不是平的啊，有个斜度在那边，你就可以感觉到脉的流畅，好。所以一看看这个观念一定要有，你摸脉这个观念一定要有，好，你没有这个标准，你没有准一个基准给你，好，什么叫正常？那你怎么知道不正常？好，你们以后从这个角度心观想这样子，摸脉的时候就摸到了，啊，就可以摸到。当然呢，这个我们也这个内经里面也提出来，望而知之谓之神，好，这个闻而知之呢谓之圣，好，问而知之谓之公。切而知之为之巧，巧匠是列于最后的，啊，但是我们不能说因为巧匠我们不去学它。当我们在临阵上看的时候，我们会去问一些很多的问题，好，望眼睛看它，问了问题以后，我们心里面大概有数了。真正的切脉在摸脉的时候，就是确定我们的诊断对与错。好，当我们发现到望闻问的时候，我们也很确定了，脉跟我们的望闻问不对的时候，不合的时候，我们把脉舍掉。要取证，脉要舍掉，因为这个脉呢跟情志很有关系。好，他刚好来找你脉，在找你看病之前呢，跟老婆大吵一架，或者是正在看病之前，他接到个电话，儿子被警察抓去关起来了，气的对不对？火大了，你摸他的脉，哇，你这个脉不对，所以脉会随着情志来走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齐伯说诊脉最准的要早上天刚亮的时候，那个人躺到那边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我刚不讲了，做不到，除非你去帮你儿子、帮你先生、帮你太太、帮你家人才有可能，否则谁真的这个这么神经病哈？有世界上有那么好的医生吗？好，那帮你一天看一个病人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可能做到的哈。所以脉当有不合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脉舍掉。好，这里讲的是色脉还有滑脉。好，阳气有余的时候，好，因为色脉是阴气不足嘛，阳气有余。好，
那滑脉是阴气有余，会造成阳不足。这个时候阳气有余的人呢，身热无汗。好、哦，好、哦，你们要这样子反过来看哈，阳有余，阴一定阴不足。所谓阴阳律，就是阴阳的之间的律。好、哦，阴升阳就降，阳升阴就降。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呢，阴很高，你要把阴降下来的时候，你用阳药把它抵，阳一升下来，阴就降下去了。好，那阴升，我们阳会降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阳一升上去，阴自然而然就降下来，这是一个观念。好，那滋阴呢？我们有补土派、滋阴派啊，什么送出了很多李东环什么。哦，阴很盛嘛，我们就把它降下来了两点，阳起不来。好，所以我们在调整阴阳的时候，我们开处方出去的时候开的是阳药。好，阴升阳降，那阳升呢，阴会降下去。那最好是阴是平衡的嘛，好，最好阴是平衡的。好，所以我们，那你开阴的药，你不会把阳降下来的、啊，因为阴的药在这边，你开阴的药还在阴的这个地方，那阴升阳会降。好，那我们开阳的药，把阴阳把它阴阳平衡回来。所以我们大部分用的很多都是阳的药，好，会有用到阴的药，好，会有用到滋阴的药。但是看他的状况，我们用的不多。看他的状况，中医的观念里面哈，经方从《黄帝内经》《本草》到《伤寒金匮》，我们掌握一个大原则，就是我们把阳固住的时候，阴让它自动回头来，这是痊愈的一个标准，好，而不是硬把阴补起来，所以让它阴自己回来。所以阴脏有问题的时候，都是晚上半夜的话，我们治好他的半夜肚子会饿，好，让它阴自己回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继续哈。阳气有余的时候是身热无汗，好，因为这个阴气有余的时候为多汗生寒，因为阳有余的时候皮肤表会固得非常的强，太过了，所以毛孔就是鬼门啊，好，这个闭锁在那边，它不会透发。发热，但是没有汗。好，那阴气有余的时候，代表阳不足嘛，哈。阴气有阳不足的时候，毛孔就是悬浮，就是扩散。好，我们中医讲那个毛孔两个字，哈，用了很多的名词，就因为文笔嘛，要写得漂亮。有人叫悬浮了没有？啊，有人叫鬼门啊，都很多名词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毛孔啊，最简单的。好，毛孔呢打开来了，病人就流汗湿掉啦。因为阳不足嘛，所以病人会生寒。好。饿冷恶寒，病人会怕冷。如果阴阳两个都有余，好，都有多余，则无汗。无汗代表阳，有恶寒就代表阴，好，两个都有余的现象。当然这里讲到张仲景当年读到这边的时候，哦，他的处方就出来了，哦，等我们介绍伤寒的时候就有了哈。推而外之，推而外之，内而不外，有心腹积也。好，什么叫推而外？就是你如果说把这个脉摸到这个脉，手指都把脉往外推，往内推，这是内外意思哈。脉摸上去还往可以往前后推的啊。那如果是推而外，好，内而外不动，有心腹之机，好，意思是什么？就是说你如果这个脉你把它往外拉，拉了半天它还停在那边不能动，代表里面有积了。这个如果是推而内之，但是他脉还是停在外面不往内走，不听你的话，有没有？好，就是身有热。好，所以前我们再回到前面，就推而外之，你把脉往外推，但是脉还是停在内，他不会跟着你的外走，不会跑被你手指头牵动。好，所以脉在内而不外。那到下面这一段呢，就是变成推而上之，上而不下，腰足轻也。好，这个怎么解释呢？你中指，以中指为准，你中指按到脉，好，按到脉的时候，脉跑上去了，哎，中间没有脉在上面了。还有呢，你按到中指的时候，上面脉没了，脉在下面。讲的就是这个。好，他说你如果。